真心等待你，无日夜无眠，为何花开花谢花离枝。嘛是咧奇怪，这玉秀啊，就是因为无爱做林世华的细姨，唔只会先骗来咱这个大囝啊。啊是安怎林世华一出现，伊阁甲伊转去啊？哎呀，啊你也唔知头唔知尾，啊你乌白讲，你是讲啥话啦？阿哥啊，到底是安怎啦？你甲讲。后盖你甲阿辉做伙哦，一定会甲你讲啦，到时你就知影啦。啊，甲阿辉有关系哦。啊、好啦，插插去，插插去，来来，咱先吃啦，咱先吃，来，接落，接落，接落。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我跟你讲，好哟，这拢都是我这一流的刀子中埔西所搬出来料理呀。唉，可惜啦，是可惜玉秀啊，无迄个口福尔啦。吃吃吃吃吃。算算算算，紧吃紧吃。是咪到我毕业所先不会找不见金毛？佮十五年前，我佮蔡丽所先玉秀，拢是我查某囝。是叫林世华，那阿你唔只抢唔得。这么大呀，阿你面像那这样歹看，来啦，吃一块鸡腿啦。你这什么意思？眼前我朋友吃就送我出去，眼前物件变好吃，离个半天远，你搞到底什么？这是你收钱？你提这钱，何牡丹是啥物意思？玉秀，我相信这钱够你生活一世人。辞退了，马上离开这，找一个查甫人，好好嫁去。以后不准你给我多等了门槛。之前我伫这所在，阿丽的母亲我甲你亲身查无见。可是我这要甲烧钱，唔知欠款欠款，欠款烧钱无？那你讲天啊，用我不惜赔付，我唔相信叫好，伊唔欠人款欠款。来来，紧吃紧吃，真好吃嘞！今日嘛是爱吃，来来来，来吃吃吃，来来来，紧吃紧吃。喂，哦，啊，这个五路脚会走去遮来啊？哈？这种人啊，咱卖插伊啦，做咱吃咱的。来来，做咱吃，卖卖吃卖吃。来，金龙姐。五路脚呀！哦，啊，想袂到咧！你这世人过啊真轻盈啊，今仔日阁会走来这个所在，你对你的细姨真无责任哦！啊，阁走来这个夜店，竟是要创啥？嗯，真妥当。嗯，又阁是你，你的四鬼骗啊变形啦！我想袂到你啊，变到这个夜店囝仔来呀！歹势，那是堂堂正正秀明园夜店囝内底一流刀子的总铺师，您讲对无？对，无唔对啦，伊是我请的大总破西啦。我甲你讲哦，你目睭闭好紧哦，伊是阮家一流的刀子总破西，你知影无？我惊无你是不是跟他吹过？我要找玉秀，要就是牡丹，您叫伊出来。你今日搁来啊？啊，顶一摆你还带拿我的艺旦跟小面员，搁提前糟蹋我的大小艺旦，结果好牡丹还给你豁出去，安怎？你心内你唔甘愿，今日搁来找我麻烦啦？好客气，我今日唔是要饮酒点欢的，我就是要找牡丹，是唔是当请伊出来？伊无伫个啦。我都才讲过啊！我今日是诚心诚意有代志要甲牡丹好好谈一下，罗汉，替我同步一下好无？安尼就对啊啦！你若有代志要求人吼，就放较软个，较有礼貌一下。顶一摆你若像今日这尔有礼貌哦，啊，但
啊，阮做生意的吼是好气生财啦，像你这款人客，我明仔讲无按来咧，真可惜啦，牡丹已经无伫啦，伊真正是无伫遮啦。这么有可能？也伊无伫遮，会去倒位呢？ 怀疑你免去问你的囝婿，你唔说话是无啦？哦，伫当时啊，林世华就是你的囝婿咯。啊，那安尼讲起来，你的查某囝就是迄个金毛咯。哎呀，人伫咧讲啦，讲有这款白头迄款查某囝咯。你查某囝是生作足圆圆咯，尤其是这款老爸咯。哈，出世来这个世间，就是要甲人算当查某咯，大某也娶，细姨也娶咯。你今仔日来，这是要创啥？我甲你讲哦。 有两个前途，同你这所在，你干那敢来这高高低，两个绝对甲你挂出去咯。好，不，前途头，我袂敬佮你，我保证你甲蔡连做伙，我保证你甲高高低。呀，我绝对报你煞。哦，你真兴奋啊你！哎，你，什么创啥啊？哈！你去面头，你是怕人是无啦？ 你唔通空空嘞，你唔通戆面嘞，你看这查某囡仔这大阵咯，恁也甲一些甲花落去咯，一人一不嘴喏，就甲你淹死。对啊，咱老袂使让这款人欺负啦，恁讲对无？对啊，出去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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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见笑你见笑，你已经甲阿莲无关系咯，你凭什么会阻挡恁阿去找阿莲咯？恁啊，刚刚都一竿子来甲吹过来转，安怎咯？ 好听，较细滴。少爷，大声嘞！恁做伙来哦。林秋啊，咱昨订会，敢上来啊？总上来，总上来啊啦！今日有少爷伫咧，我也较轻松哦。啊，世华，我礼拜对小。阿文啊，去甲村口会当店咪？是。少爷，想袂到你阿咪大声嘞，做伙来店里咧。 迄天你毋是甲我讲过，我还佫有其他责任，即句话我还佫会记的。啊，你外口迄边安怎？当然是两边拢爱顾。对啦，啊，你有两口做爱顾，啊，佮拍拼了。金秋，你是伫讲啥啦？世华，你袂佮我斗相共一下。紧个，都还会叫我啦。好啦。金秋。 今天你过来哦，我来找世华，伊人有一招，世华佮大仙奶拢伫小房啦。小心嘞！伊人到底伫遐？阿爹，你来啊！阿爹，请坐。阿爹，请啉茶啦。世华，你也在你的家庭。 甲你的事业，才通转来啊！安尼好啊，你跟我出来一下，我有必要跟你讲。阿爹，你要带小华去倒，我嘛要去。查甫，你讲代志，你倒来要创啥？也唔过，我咧讲话你无听。人是惊你家己妈妈，既然小华已经转来啊，你就莫为难伊啦。 查某囡仔，你做放心啦，阿爹在轻重。你个真够，伫正南面头前，将迄个要搁再给谢姨啊传查，你这勇气啊！ 我真钦佩，要来个耍嘞？你怕什么安怎？阿爹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照顾金凤，做一个好老爸，做一个好翁婿。你的谢姨啊，这个人是对。谢华。 我从来捌好我看过这查某囡仔，我想要熟悉，想要了解。我相信伊是一个真不平凡的查某囡仔。
所以你才会三番两次为着伊，家庭办也无会管，是不是啊？阿爹，玉秀伊温柔体贴，又搁再勤劳，上主要的是，阮两个人在金凤进前都已经相依爱。我知影，我无应该踮你面头前讲这话，也毋过。你可不值得贪便，都是因为安尼，我更加想要看这个三宝囡仔。你跟我讲，玉秀这么人是倒位？阿爹，请你原谅我，我袂用跟你讲。即马玉秀需要我保护，假使讲我连伊都无得保护。那安尼，我就真正是辜负伊啊！阿爹，真实嘞。你给我钱。阿爹，请你别为难我，好不？这样着急要找世华迄个西医啊，应该不是干那为着要看伊遐尼简单嘛？你这什么意思？你又搁在想什么？阿爷，你放心啦，我什么拢无想知影。我干那知影，你真烦恼大小姐的婚姻，真惊有另外一个查某。会将大小姐因人的心甲抢走，我嘛是甲你同款，我咧关心大小姐。我看安尼啦，我替你出面去找迄个查某。我见过你哦，玉和这查某囡仔，我不准你甲我搞掉。杨兰，我是不帮你说。我安尼做，我是为大小姐好啊！你唔当袂记得啦，大小姐才是你的千金呢。这条无需要你甲提醒。假使我真正要甲斗相共，将玉去大所在给我找出来，还佫，我不准你惊动真好人。你放心，你交代的代志，我一定会替你办好势。世华相带走，求菩萨保庇，阮两个当平平安安。
阿林，谢华，甲你安大伫这所在，恁阿爹甲恁阿娘，敢有来看过你？你即马是咧讲啥？啥物？阮阿爹？阿恁阿爹，敢毋是咧话恁拢袂作势，四个伫撇人，迄真妥当啊！我毋准你安尼侮辱阮阿娘的面子。我自细汉到大，从来毋捌看过阮阿爹。我有来真正无毋对。 差点真正无搁再嫁，也来讲起来，玉秀是差点跟我生查某囝咯。玉秀，你安尼是咧创啥？我甲你讲，我即卖已经毋是迄个杨钱，等于爱我陪酒卖超艺团，而且这嘛毋是艺团囡仔，这是我大个所在，我无欢迎你，你赶我出去！ 何必见面就爱互相口舌呢？咱今明个好，我来讲一下。我跟你根本就无甚物好讲的。而且，我嘛知影你今仔来找我的目的，你是为着你的查某囝结婚。你是不是？佮要甲顶摆同款，用你的款式，佮你的钱财来侮辱我，来糟蹋我？玉秀，为甚物你故事跟伢娘拢同款？ 这个故事这样，你很严肃，我实在不知啊。你奶奶到底是安怎样教你的？我唔准你安尼侮辱阮阿娘。你是一个无情无义，你是一个敢做唔敢当的查甫人。你欺骗阮阿娘的感情，你放肆伊。像你这款无负责任的查甫人，我跟你讲，我看你袂起。 想要拍我，无你是骗什么？骗我就是金凤的阿爹，这边你也提醒我，我知影。啊，不过我跟你讲，假使你今仔日来无得，是要逼我离开这，要逼我离开世华，我即马就已经清楚的甲你回答，我做袂到，你即马就已经甲我离开啊，你已经走啊！ 原谅我，你讲白啊！你甲我讲，是不是因为二十年前我放生因母仔囝，母仔囝才受到这种折磨？建堂，你真久无饮酒啊，最近哪会常常咧啉啊？伊也无可能怪一坐才醉，到底是毋是啥物代志啦？ 我是不是做唔对？我是不是做唔对？你啉烧酒醉啊啦，有话明仔载再讲。你别管了我，管了我，你其他都不用再管了我。你先去困啦，有话明仔载再讲，真的。 你听我讲，对不起，我都无给你猜。猜，等下过来，甲建堂哥哥滴，你两个敢会恢复旧感情？
囡仔应该袂遐尼好度才对啊！林德，阿娘，你今日找我有啥物代志哦？即马是毋是所有的代志拢照你的愿望要实现啊？阿娘，爱一个人是毋是爱吞忍伊的一切？ 你是惊世华甲玉秀，还佫你哥哋是无？我嘛唔知因两个人即马是安怎样。世华即摆转来，你敢无甲问？我是真想要甲问个清楚。犹唔过，我唔敢问，我今仔问愈清楚，世华都无退路。 颠倒会将伊塞伫玉秀身躯边去。金凤啊，有当时啊感情的代志袂用想过到，也若无颠倒会将对方惊走去，所有委屈吞忍伫个腹肚内底，所有代志拢当作毋知影，无听着你的就是你，颠倒走袂去。 阿娘，即马你是世华无离保证的时阵，不管去倒位，我都唔敢嘛。只要暗时当倒来处理，我就真欢喜啊。惊一件你即款的牺牲，伊原袂当挽回伊的心。十年二十年，只要人无死，迄个查某。 都常常会出现伫伊的身躯边，甲颠掉的。阿娘，你咧讲啥物？啥物人咧颠掉掉？你讲的是玉秀对无？唔是，是恁阿爹二十年前的旧情人。你讲阿爹有旧情人，这边哪有可能呢？ 在我的心目中，阿爹是上有责任感的大伯人。金凤，你对恁阿爹的印象是阿娘将目屎吞落去巴肚内所画来。二十年前，我若是为着这阵代志，甲伊闹离宴，假使伊若只是糊涂将迄个查某娶入门，这二十年来，咱都无可能有遐尼好过日子。莫讲阿娘会甘目屎咧过日子。 都是你，也无可能是恁阿爹，躺在手中心的金鸡玉秀，你知影无？阿娘，想不到这件代志，你吞了二十年，实在真无简单。也不过，迄个查某，赶快是嘛，甲阿恁阿爹咧过高低。什么？迄个查某阁出现啊？阿娘。 安尼你要安怎？做伊来啊！我都唔信我会输伊，只要我参照二十年前同款，安尼吞忍，互恁阿爹家己去处理，我都不信讲恁阿爹会互迄个查某占去。金凤，阿娘甲你讲，婚姻就参照一场战争，也毋过敌人绝对毋是你的红婿，颠倒是外口野草野花，你爱注意。 都算讲，恁阿下只鸡是头啊！伊就知影讲，恁阿是一个一流的斗智撞破西的威风咯。兔兔诶，歹势啦！
没有劲，没有劲咯！人伫咧讲咯，讲水为财，你个卵啊破水就等于个卵啊破钱咯，佫破佫破啦！小姐姐，小姐姐吼！哎呀，本来是要来甲阿莲变威风咯，但即马叫破一个煞变娘公咯。我等下来，这囡仔有咧吃吃。 淡淡，切切的些想想。哦，哎，无啦，恁个忽然间想到一项代志咯。这条筋仔是阿莲的，恁个家己夹起来，就等于甲阿莲夹伫恁个裤头咯。多谢你咯，阿莲哦，你是安怎咧吐大气咯？是毋是有心事咯？ 看你有心思无心思，共恁阿讲咯，恁阿会当替你排解咯。你看，恁阿有法度哪伫福州过台湾咯，会当安尼转只到即摆咯，遮尔啊只溜了咯，就是因为恁阿会晓看人个目色咯。若是照照你个只目色，甲你看起，你一定就是有心思咯。讲予恁阿听咯，恁阿自认为。 那这世人都是一只树枝的果鸟，家己保的家己好。虽然讲你的过去，那并无参与咯，那是无法度通管你啦，也袂当过问。但过那时候，就希望讲从今以后，你的梦中一定有我的存在啦。 阿莲，咱要来走咯。阿莲，咱真正要走咯。托托啊！人咧讲哦，会做母仔囝是小欠债啦。 今日是说哦，就是出事要来讨债，有时阵我嘛足心酸哩的。虽然是孤单一个，啊，不过呢，颠倒无烦无恼，自由自在。照你的话，伊甲你听起来，你是伫咧烦恼玉秀的代志喏。哦，你就是为着玉秀的代志伫咧烦恼喏。啊，没有紧哦，玉秀本来是嫁哦，迄个年岁话咯。 就是玉秀伊本身哦，感觉做人的细腻喏，伫咧人的别人面头前欠袂起喏，唔只系家己走去牙带囡仔做牙带咯。既然才查某囝饲大汉咯，嫁予人就是等于泼出去的水咯。人伫咧讲讲儿孙自幼儿孙福，做事大人的人哦，身体顾好用较要紧咯。你不了解，你无做人的爸母啊啦。啊，若做着人的爸母哦。 为着今日的事实，这世人都在看心呐。听你这个口气，敢那玉秀搁只代志，予你烦恼咯。土豆的，你敢知影？当初玉秀嫁予世华做细姨，着算讲是命中定台。我这做老母，唔甘嘛无法度啊，啊，不过这摆，因悔无气嫌伊，愿意搁娶伊。你敢知影？ 为着世华出现，玉秀就对世华走。我真正唔知道要安怎对英辉交代啊！都是安尼哦，英辉伫咧你先甲恁阿公一定要娶某咯，都是要娶恁玉秀哦。唉，啊，但即摆吼，英辉迄块肥猪肉已经强强要吞落去咯，搁去予世华家己抢去咯。英辉实在有够衰咯。这拢会怪阮两个查某囝，一个是无好气。 一个是伤过痴情，不过杨辉安尼这么好着，即马路头路尾撞着我，嘛是阿娘长阿娘短，我唔知要安怎面对伊哦。讲到阿辉这个人做人实在有够赞哦，我几啊年前都给伊借500块咯，哎，唔对。
咱阿妹计是头，佫家己借五十块，拢总欠伊五百五十块。那伊这人后工拄着恁阿吼，赶快唔敢甲恁阿讨了。无喏，恁阿会认真拍拼咯，豆豆啊嫌伊咯。哎呀，莫讲这个啦。啊，迄天你讲要去付啥款物件，啊是款有啊无？有咯，你看卖咧咯。哎，哼哼哼。 这圣剑刀咯，都是要去火用咯。这个强刀咯，就是专门要切片用咯。上厉害，就是这边这两个大鸡的主角咯。这都是专门要斩鸡、斩鸭、斩猪脚咯。你若是看两个装扮，就知影讲两个都是一流的道士撞破西咯。豆豆，安尼哦，你都要照起工作，唔通让秀团看唔到人哦。你放心，没问题，两个绝对听你的话，认真落去做咯。 啊是讲安尼嘛是无较怎咯，两个做总部使咯，嘛是共阮逐工办料理互别人食。我若是会当食到阿莲煮的料理，毋知要偌好咯。你拄则讲啥？嗯，无咯，咱无讲话咯。有机会我会煮互你食。 较早咱阿伫长山的时阵哦，迄阵咧还伫咧做囡仔小细汉的娘娘咯，咱阿去遐福州下迄庄脚佚佗咯，一直佚佗佚佗，佚佗到尾啊，靠腰咯，煞全部落雨顶来咯。咱阿阵咧一直行，一直哭，一直行，一直哭，日头就全慢慢落山，已经暗。咱阿阵行到一个棚坑口咯，迄个棚坑口内底是安暗蒙蒙咯，忽然间。 伫迄棚坑口内底，太快就一台马车慢慢啊行出来，安尼，空空空空空，行到中个时，两个看一个清楚，阿娘喂，迄台马车无马地拖，佫无马碗咯。两个全行一个，跳去边仔个草啊盘内底，稳稳啊看。慢慢啊等咯，这个时阵，两个已经闪尿闪到鬼裤底了，迄台马车全慢慢啊。 伊迄台马车行经过那个面头前的时阵，才知影讲是当时啊，迄台车是多天路咯。嗯，臭大门，臭大，搁有两不七啦。我来这就无讲笑咩？快啦，卖个叫卖你臭大啦！这是什么时阵啊？你讲你心情咧，讲给人家姑娘听啊，哈？小兰姐，杨辉啊！ 是啊，杨伟啊，你来了拄啊好啦！你看，你看你的动向哦，看有够见效啦！讲哦，来我家什么，你保证哦，让我的生意拢好起来。结果呢，无半个人客啦，本来是哦，总铺师，即马变广告师，规间在变广告给因听。哎，歹势哦，这外场的工课是恁来负责的，恁啊总铺师，恁啊是负责内场的，你这生意下歹，完完全全都是拢死下真歹。哦，土豆诶！ 啊！你讲阮是生个外卖啦？那不是讲恁人卖咯，那是讲恁的才艺卖咯。恁这做艺大的人哦，这琴棋书画，拢做爱硬硬该人才会用恁咯。阿辉咯，你当时来徛伫遐，恁阿那无注意咯。恁阿来真久啊！我阿娘，阿娘你无闲咯，恁阿咩管一罐土豆油，阿袂当陪你歹势哦。 四华局局啊，王建王司机，宋诶，啊，妹夫啊，阿辉啊，嗯，小蛋姐，恁来哦，来面坐啦，你在找你阿错啥？阿明仔日来做开会啊，落去啦，来来来来，坐啦，真坐啦。咱讲温州人见面目空车。 我本来就答应阿莲啊，得要保护乔乔啊，别行的我都当保护，啊，这都一路事情，我是要安怎咯？世华，你人看起来遐尼老实，怪阿种乔乔就安大你外面了，不要搞搞呢。我，好啊，小团子，莫搁甲伊考试啊。 小团姐，我是不得已，我嘛知影安尼对球球真无公平，好加载。
已经体谅我。好啦，只要吼你莫欺负玉玉，安尼就好啊啦。小团姐啊，袂啦，世华伊袂欺负我啦。那是安尼啦，我比恁较正规会啊啦。所以讲，那阿在讲的话，恁都爱听啦。不管是讲你。 爱伊，还是你爱伊，还是你去爱着伊，还是你去爱着伊，还是将来你会娶伊，还是你会嫁予伊，迄拢总未要紧，拢总无关系。即摆两个要讲的重点，就是讲，恁即摆的代志害着阿莲咯，伊上届可怜咯。为着阿辉呐，千里路途伫迄电线过台湾内要找伊未婚妻欠米啊咯，搁予阿莲呐想起着因欠米啊，已经过身去，才予阿莲呐目屎流目屎滴咯。 真歹讲咯，过来讲做你容易话咯。你阿爱负担薄仔责任咯，阿莲是你的老母，你知影咯。你当初是恁个嫁予世华做细姨的时，恁老母嘛是感觉真可怜啦。了后你就离开伊，无爱做细姨，才来这个艺团顶啊做艺团，互恁老母才搁来想起，就讲伊较早伫咧做艺团迄个艰苦的代志，恁老母嘛是真伤心咯。 了后，你已经有答应讲要嫁予阿辉，啊是安怎为何你搁来离开阿辉，才搁来走转去世华遐，甘愿来予世华继续来做细姨呢？安尼恁老母敢袂更加伤心无？好啊啦，土董你是讲煞未？煞？你哦，你是在头毋知尾啦。啊，总讲你若知啊，你嘛袂使做一届甲我讲出来啊，你真狡猾嘞。 那无法度啊，那为着阿莲呐。好啊，透董的啊，你莫阁讲啊啦。代志要嫁了，啥物人都无愿意啦。我相信彩莲姨啊，伊一定是真伤心啦。啊，不过伊嘛会当谅解啊。你先莫阁压茶天歪倒无啦，你若莫开嘴哦，就阿弥陀佛啦。哼。秀团姐啊。 透董的教是了真对，我甲世华真正是太自私啊！为着要维护阮两个人的感情，煞拢无去想着阮阿娘的感受，我真正是足不好的。秀团姐，是安尼啦，阮来遮找恁，是因为明仔载阮阿娘生日，阮想讲要等伊甲祝寿，也毋过阮惊伊肯原谅阮。 所以来遮找恁参详一下。你讲明仔载是阿娘生日，对。啊，咱应该好好甲阿娘庆祝一下啊！看是不是会当弥补这段日子的痛苦。啊，不过我惊讲还佫在生气，唔肯见阮啊。没有紧哦，你无听俗语一句话伫咧讲咯，叫做时大怨叹，时势绝对袂过暝咯。我定着吼。 利用恁阿母的生日，恁登记家己生奶一个，恁阿母都未生气啊。我再讲咯，恁也是一个一流的多智总破西咯，恁阿怎办一道桥桥桥，互因阿母食，安尼来庆祝一下，无得到安尼伊就欢喜咯。嗯，有你哦，有你咯。豆豆，啊，明仔载拜托你哦，那我们得咯。你安尼哦，放屁啵，就即句话哦，我上介意听啦。豆豆诶。 拜托你啊！没有劲啦，没有劲啦！真多谢。什么真多谢？那是真妥当咯。无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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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哦，姓黄玉香咯，恁两个搁真功夫咯，为着要甲恁阿母祝寿安尼跪下遐跪遐久咯。阿莲哦，恁两个囝已经跪足久咯，恁着叫因起来咯。我无迄个福气，互因跪咧甲我祝寿。哎呀，玉香咯，姓黄咯，今仔日是恁阿母生日咯，恁两个人毋通毋通见即个面相咯，爱较笑咧，较笑咧哈，吼。 阿娘，玉香甲小华自然门都过到即马，过遐久啊，你着原谅我，叫伊起来啦。我会原谅，啊，不过我无法度原谅我家己。我是安怎会去生到这款草根，这么不守家，这么不知好歹。
予人安尼认定，安尼糟蹋，啊，搁唔知通觉醒，一定都要做乱世，甲人讲个红尘。阿娘，甲人讲个红尘，唔是我愿意，嘛唔是世华安排，迄是命运的创定，和阮的感情出现一个第三者。阿娘。我不爱放弃，我不爱向我的命运屈服。阿娘，我唔肯放弃，是因为阮两个有誓言，阮相信阮的真情，总有一天会当感动天。也毋过，无阿娘的支持，阮两个袂当行落去。阿娘，希望你成全阮两个。年咯，好咯，哎呀，你看嘛嘞，人家两个这么诚心诚意跪在遮，对不？啊，你安尼做人丈夫人啊，做人阿母的人，互因跪遐久，你嘛够本咯。土董，啊，到底是在讲啥啦？啊，讲上嘛要看场面啊。你若点点啊，无人会把你当作是下狗啦。那无咧讲笑啊，那讲的是实话啊。你看嘛，那组织听低卡咯，强强要震动咯。我看这个天气这么热咯，那组织都会料理咯，会真早就派去咯。较紧啦，较紧啦，阿莲，叫伊紧来食食咧咯。是啊是啊，阿莲，啊今日是你生日，你上大，你若无点头，伊哪敢起来？啊，敢讲你阿伊安尼一直跪落去，跪到明年你的生日哦。哦，规个明年的生日，安尼因两个人的脚头骨都生筋咯。啊，无人叫因跪啊。有听到无？细华叫嚣咯，恁阿母讲这个话，就是叫恁起来咯，赶紧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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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来来，来坐碗，坐碗，坐碗，来，赶紧赶紧咯，这酒杯啊，先甲捧关关咯，来祝贺恁阿母的生日咯，来来来来来来。我祝你福如东海。阿娘，我祝你寿比南山。阿娘，祝你身体健康，吃饱饭。阿莲咯，那祝你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身体健康，吃饱饭咯。来来来，啊，今仔日这料理，拢总是咱阿这一年的总婆都是师傅煮的咯。来，大家尽量用，尽量用，尽量尽量，来来来。阿娘，来，吃滴卡。你坐这里，家己养哈。土董啊，啊你是着笑眯的，还是咧起笑？哎呀，那忽然间有一个梦咯，那是想讲，玉秀那是哪的查某囝，细娃都是哪的囝婿咯。阿莲若是做生日的时，阿辉原来有来，啊，安尼一口罩圆满，恁阿实在是足欢喜的咯。杜总，你若想要安尼哦，你就好好啊食头路，啊加欠一寡钱，娶某生囝，安尼哦，你的梦就会变成真啊。哦，安尼恁阿这个梦可能真歹实现咯。若要找到这个梦的时阵，可能都要等到头毛、嘴唇白了。你讲对无，阿莲？这顿饭那是他呢，我搁兼一个啦。真心等待你，无日也无暝，为何花开花谢花离枝？